以下的运动是半蹲。影片中黄色色带表示患者，患者站在一张稳阵的台前边，双手扶稳，并且准备一张稳阵的凳放在患者身后。家人可以站在患者的患侧，一只手扶住手臂，一只手放在盘骨的位置，患者双脚打开膊头的阔度站，然后只手慢慢向前倾，慢慢向下蹲，维持一至两秒，然后慢慢起翻身，动作重复十次。注意身体要挺直，双手只是用作平衡，不应该过分拉扯。膝头哥不要过脚尖。以上的动作可以给大家重温，以及在家多多练习。到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身心愉快。